今天我们继续学一些茶叶的基本知识，因为有很多喝茶人都不了解，反而在外面跟人家聊起茶叶的时候都闹笑话了。例如鸭屎香，它里面并没有鸭屎，它是一款乌龙茶，而且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。抹茶粉，它并不是绿茶粉，它是以绿茶为原料，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而成的。生普，它经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变成熟普，因为生普和熟普它是由于不同的加工工艺而制成的，它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。最后，陆安瓜片，这个字是读陆，并不是读六。如果还不知道这些基本知识的话，下次喝茶可就要闹笑话了。